真的不是他，李先生，乔姑娘。 上次李先生拜托我查噬魂的下落，我查到一些线索。10年前我们放走他时，他曾写过一封书信道谢，是出自薛玉镇蔡连庄。不过这也是10年前的事了。这人海茫茫，能得一些细微的线索已是不易了。多谢乔姑娘。李先生不必客气。其实今天我来，还有一事。乔姑娘，你说。 昨天那个香囊，你不说，我倒是给忘了。萧大侠昨日带你匆匆离去，我便把它收了起来。这个本是乔姑娘的固有之物，应当还你。乔姑娘。 这香囊是我亲手给他做的，10年了，我守着这个念想，苦苦等了10年。虽然也早想过，即使他迟迟不回来。 只是，虽然我心里早有准备，可真当听到他跟死扯上关系，我还是……乔姑娘，此人已去，也不用太伤怀了，李先生。 我曾经有过一瞬间，产生了一些荒唐的念头。